阿根廷球王美斯率领国际迈阿密球队抵港，并且会在星期日在香港大球场和港队踢表演赛。在星期五的中午，有一些球迷已经穿着美斯的波衫，一早在机场守候，希望可以近距离见到自己的偶像。其中有19岁的球迷穿着国际迈阿密队的美斯波衫，并且带了阿根廷国旗，在早上9点已经到达机场。他就透露花了大约3000元买美斯波衫，并且买了两张星期日比赛门票。谈及球王美斯今次抵港踢表演赛，这位球迷都相当兴奋。我觉得他波踢得挺好，跟住我又中意踢波。2014年有睇过佢嘅 FIFA 世界杯，所以同佢好兴奋。今次系啊，因为我琴晚咧系几乎成晚冇瞓到。觉得今日可以见到佢。今日应该都得啩，如果唔得就唯有星期日咯。有台湾嘅球迷更专程嚟到香港，希望能够目睹美斯嘅身影。大概十岁，第一次看他的球，对，第一次看他，第一次看，之前都是在电视上面看，心情激动，激动，很激动。